那教主的意思是说，征伐奏凯之时，便可宣告天机。嗯，那眼前呢？尊祖正行天运，二位殿下稍安勿躁。稍安勿躁，可是裴炎那逆贼，尊祖庇佑之人，二位殿下不肯逆天行事啊。尊祖竟会庇佑此贼，哎，言尽于此，拜辞二位殿下。好，明教主请。狄大人，既然你不肯应允裴炎之请，那我就自去御史台请罪了。裴大人，有旨到。许敬宗、裴炎、狄仁杰、谢瑶环听旨。好旨。诸位大人，皇上皇后宣召四人速去甘露殿议通州之事，两位陛下在甘露殿等候多时，诸位赶快奉旨前往啊。臣等领旨。裴大人，奉旨进宫啊。裴大人，正官素袍奉旨进宫啊。裴大人，快奉旨进宫啊。裴炎大人，正官素袍。请汪公公转奏皇上，裴炎不敢奉旨。什么？裴大人进宫吧。你不敢奉旨？英国公，你这马和兵用得真神了，把我这中军帅帐治得束手无策呀。又一炷香已燃尽，三炷香，三个时辰，皇后陛下大概回宫了吧。忽有老夫回想起太宗皇帝当年赐给魏征的两句诗来。是如此刻骨铭心？能不刻骨铭心吗？疾风知劲草，班当时辰中。当此天下动荡不宁之时，谁才是大唐王朝的忠贞之臣呢？看来李继大人要进宫见驾了。老夫以为皇后已经到了。哦。媚娘，许敬宗他们怎么还不进宫？皇上怎么还没有派人召请英国公李继来宫中商议军机啊？他老人家可是自动请缨的。朕已经是三下急召，可是老国公重病卧榻，难以奉召啊。他的病很快就会好的。卿怎么知道？啊，让天下安定是李继大人此生最大的心愿啊。可是他确实卧病在床啊。老臣李继等奉诏见驾。他的病怎么好得那么快？皇上，你可不能让英国公在殿外久候啊。啊，快宣上殿来。奉诏群臣速速上殿。
臣等敬祝二位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，快平身吧。谢主隆恩。裴炎是不肯奉诏了。这个文臣，他不是不肯奉诏。哦，他自己到御史台待罪候审去了。他自知自相有罪了。皇上，臣妾奏请前往御史台。哎呀，现在是通州军情十万火急，要查审裴炎，自有狄仁杰去办理，何必劳皇后亲宫呢？皇上，臣妾不是为了查审裴炎，而是去敦请大唐左相。敦请大唐所相，大唐皇后豁达大度啊！皇上，就快快应允皇后的奏请吧。平定通州，需要将相同心呐。好吧，臣妾领诏。谢瑶环，奴婢在，随本后同往。是。生是李家臣子，死是大唐忠魂，绝不会下社稷祸胎俯首求生。裴炎，皇后陛下不计你种种不敬的举动亲临御史台，难道你还不明白皇后陛下这片苦心吗？哼，他亲临这御史台，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裴氏九族惨遭杀戮的现场，以泄其满腔仇恨。裴炎，你休得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自上官仪被诛灭九族以来，谁不知道这位皇后陛下的蛇蝎心肠？你，裴炎自入朝阁，只做忠君之臣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不必兴庭作态，灭族、车裂，悉听尊便。是我，这明崇眼闪烁其词，真的可信吗？据周清推荐，此人秉承无上道法，能够呼风唤雨，预卜吉凶，更能合药炼丹，教习五禽戏之长生功法，先机深奥，不可不信呐。哼，不出裴炎，如何解我叔侄心中之恨呢？哎，姑母一旦复位，我武士又重掌生杀大权，要除却裴炎九族，区区小事不必忙于此事。嗯，朕就知道卿等一定会拿出一份周密的计划。好好，依此方案，何愁叛军不平，大唐不兴啊？皇上，这套方案都是数日前在这合璧宫中由皇后及臣等谋划的。是吗？数日前，皇上待朕午稍闲
可不要忘了带领老臣前往鸡翠池欢度每年一度的春如之月呀。是啊，这一转眼又到了鸡翠春如宴月良辰了啊。老臣听太常寺官员奏报，为庆祝东风里程，今年春如宴月将召集分散于四面八方的乐人一同到鸡翠池院，有三万乐工艺伎参与献礼，其剧目有神鳌赴山、换人吐火，还有大惊神鱼、喷雾遮日啊。媚娘，你在御史台让朕牵挂。皇后陛下驾到。退下吧，皇后陛下，你们放心退下去吧。是是。裴炎，你说对了一句话，但是不全对。你说我是惺惺作态，其实我是惺惺相惜。我痛惜你不忘治世齐家学说，维护朝纲，忠君爱民的志向，更痛惜你为了理想志向不畏杀戮和灭族的崇高精神。你有何德何能妄提治世齐家学说？不错，在你和上官仪的眼中，我武士是不守妇道、擅设朝政、威压君王的罪人。可是今日本后却要你站在我的角度来评判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你既然知道治世齐家学说，就应该明白你从感业寺返回后宫起就已经铸成大错，难道还有什么道理允许你如此为所欲为？本后痛惜你的理想志向，却也痛恨你的拘泥经典，不是变通。离经叛道之事，忠君之臣绝不变通。绝不变通？绝不变通。那好，我要请教裴炎大人一件事。天子是否维护纲纪者？非维护纲纪的佼佼者，岂可做天子？那么，如果有一位天子认贼作父，你还愿意做他的臣子吗？饿死沟渠，也不与之为伍。你既然自称生是李家臣子，死是大唐忠魂，那这位天子正是大唐天子，而且是开朝天子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一派胡言，罪大恶极。堂堂大唐左相，又深知本朝典故的裴炎，连我朝高祖皇帝在开朝之初为巩固基业，抵制隋朝暴政，曾经任异族首领为义父的史实也不知道吗？这而这异族铁骑元者修体，就在他建朝伊始便经常进犯中华，杀我百姓，掠我牲畜，夺我食物，不仅是贼，更是我中华的大敌。但若无高祖皇帝因时变通，不拘于虚名而求其实意，
仅凭大唐开朝之初的微薄之力，又怎么能够摧毁暴隋？又怎么能够尽快地结束群雄割据、天下大乱、陷百姓于水火的悲惨局面，又何来今日的泱泱大唐？没有泱泱大唐，你又从何谈及身为李家臣子，死为大唐忠魂？裴炎，你固守帝朝根本，志士纲常，难能可贵，不如此又何来上下尊卑？可是你也替本后想一想，我的天子丈夫虽然不愧为守业之君，但他身患头风目眩之疾，无医护理，难以起居。太子李弘患有先天心肌不协之症，若不金风的身体，能够承受日理万机之劳累吗？为人母，为人父，面对着大好河山，忍心看到大唐改姓义军落入他人之手吗？裴炎，我为父为子竭尽心力，真的就罪该万死吗？裴炎，以我皇后之尊，要诛灭裴氏九族，真不费事啊。这不是本后的胡言乱语吧？可是纵观本朝，许敬宗垂垂老矣，李绩也近迟暮，上官仪只剩寡媳和一父女孙。不错，在大唐朝的文臣武将中，精英俊才如狄仁杰、刘仁轨、薛仁贵、齐壁合力等等已经不少，但我要开创大唐盛世，尚需更多的俊杰英才，而裴炎你天生的一代良相，人才难得。裴炎才疏德薄，不堪陛下褒奖。裴左相听旨。裴炎跪地候旨。微臣候旨。正官，皇后，陛下，陛下，通州十万火急，臣请尽快返回正食堂，共商通州之策。正该如此，裴左相请起。谢陛下。天，
朝中之事果如明教主所料，我和舒王真是佩服啊。天道人事都在冥冥之中，只要顺应天命，何愁事不遂意啊。只是不出裴炎，实难消除我舒之二人心头之恨呢。武夷宗殿下，大丈夫行事自当从大处着眼。只需看皇后陛下今日驾临御史台，亲迎裴炎返回正式堂一事，安定了多少惶恐震撼之心，赢得了无穷的敬佩感戴之情，便可知英明之主是如何举措，使四海归心，万民臣服啊。四海归心，万民臣服。是啊，武三思殿下，眼下对武氏家族而言，最重要的不是睚眦必报，而是四海归心；不是杀一儆百，而是万民臣服啊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明教主，从今以后你便是我这司空坊梁王府的座上贵宾。来，请。行。我武三思将倚仗明教主教诲重铸人生，明日我便进宫举荐，以明教主的资质堪为我朝的天师啊。明崇远听从二位殿下差遣。来啊，来。陛下，大奸未除，如何以正视听啊？谢瑶环，陛下，你以不白之冤陷于冷宫，四海皆知，无不震动，如不依法严惩真凶，如何能正天下视听？陛下，谢瑶环所奏有理，自应惩治真凶，为陛下洗冤，这样才能安定人心，协力东征。只是谢上公，真凶查明是何人？河内郡王武夷宗毒害贵妃，铁证如山。哦，是他。陛下既已查明，微臣急请陛下依法捉拿武夷宗，明正典刑。陛下，陛下，律法如山，不容徇情。陛下，情可容，法不可容。本后岂敢徇情枉法？只就代签皇敕一事，只能还本后一个清白。但何人投毒，何人取毒？还尚无实证啊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更应该捉拿武夷宗，查出本案真凶。谢上公所奏极是，请陛下降旨吧。好吧，你二人就奉旨行事吧。领旨。来来来来，武三思殿下，武夷宗，吴桃儿，何事如此惊慌啊？哎呀，快快，武夷宗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谢瑶环的贱人！谢瑶环的怎么了？啊，明教主乃是世外高人，但是无妨。泰山河图写毒一事被他识破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武三思殿下，武夷宗殿下，快想对应之策吧！看光景，羽林军转眼就会出宫捉拿武夷宗殿下了。舒王，舒王，你要救侄儿一命啊！夷宗放心，明教主，请指点迷津。
吉人自有天相，河内郡王不必惊慌。不必惊慌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福星正出紫薇，若有一时三刻，便会逢凶化吉。哎呦，哪还有一时三刻可待啊？武夷宗殿下，还是快快逃生去吧。裴炎大人谢上宫前来传旨。云宗，云宗，云宗，皇上，这是心里好些了吗？王府令，皇后当初留下你这条命，真的是有远见呐。皇上、皇后两位圣人，天恩浩荡。是啊，皇后，只怕真是上界之神转世吧？你说不然？你身怀杀兄大仇，为何还要忠心耿耿？竟然这次瞒着朕，还和李绩等大臣变着法儿的为皇后鸣冤洗耻。我皇上，我朕没有怪你的意思。皇上，请圣心静养。是啊，朕是该清静无为才是啊。皇上，母胎儿，怎么了？是皇后、太子殿下？求陛下救！救谁呀？救武尚公，不可惊扰圣驾。皇上，求皇上救武家一脉。朕的皇后怎么了？不是皇后陛下，是河内郡王武夷宗。是他。皇上，皇上，他是一时糊涂，可是你也知道，文水五十三支中，武夷宗这一支是世代单传啊！不准再说了！谁再敢为武夷宗求情，与其同罪！啊！王府令，奴婢在。把武团儿扶出殿去吧。领旨。武尚公，武尚公，可怜皇后陛下。难道皇后陛下肯包庇这武士败类吗？皇上言之有理，皇后陛下她不会庇护武士败类，但是武夷宗这一支，皇后陛下心中这事实不忍啊。那是为什么？皇后武士一脉只有一双男丁，都因皇后陛下顾全朝廷大局不以重用，二人抑郁而死。眼下武士家族中也只剩武三思、武承嗣、武夷宗几个人了，如果再将他处死，那武夷宗这一支就绝了香火呀。皇上，这一支叫绝了香火？是啊，皇上，皇上，让他苟延残喘，以防香火断绝啊，皇上。王府令，奴婢在。既传朕诏，对泰山之事，朕不再追究。领旨。皇上英明，可是皇上。裴炎想还是奉旨行事啊。难道你没听见？
你另行下旨了吗？皇上，小环是捧尚方宝剑奉旨行事啊。是这样。起驾，武仪宗府。领旨。皇上，他眼下在武三思府。去请皇后陛下尽快和朕前往梁王府。起驾。领旨。起驾。叔王，有旨，把河内郡王武夷松拿下。领旨。且慢，武三思，你想违旨吗？违旨我可不敢，只不过武夷松是河内郡王，王子犯罪自有宗人衙署处置，岂可由你随意捉拿呀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河内郡王武夷松身犯不赦大罪，裴炎左相是奉旨行事，绝不是任意捉拿。谢苗环，一个小小的上宫女官，敢在我这梁王府内肆意横行。武三思，谢上宫手捧尚方宝剑，按圣旨行事，别说你这梁王府，就是东宫储君也不能违旨行事。来啊，捉拿武夷宗，回宫复旨。是。谁敢？皇上驾到。陛下，皇上请你驾临梁王府。皇上要我同去梁王府。陛下，武夷宗殿下实在看不惯那贺兰芈月妖媚夺宠。盖茨。啊，是是是是。是皇上念及，如果处斩武夷宗，那么这一支已经绝嗣，故下旨不再追究。可是我怎么能不追究此事？难道真让天下视本后为擅权误法之人？陛下，你为朕刚纪律法，已经贬斥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，你唯一最亲的同胞骨血也是为了割恩正法，你亲手下诏处死这个侄儿，陛下屈指数数，这满朝文武中还有几个武姓嫡亲臣子？而满朝文武中却几乎都包藏着除灭我们武士的祸心。起驾梁王府。起驾梁王府。侄臣叩见皇上。侄孙臣叩见奴婢。叩见皇上。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裴炎听旨。臣后旨。朕已决定对泰山之事朕不再追究。皇上。武夷宗。侄孙臣在。还不回府闭门思过。领旨。跪下。谢上公，容武夷宗先回府闭门思过。陛下晚了。晚了？毒杀贵妃是灭门死罪，岂容他苟延残喘闭门思过？朕已不欲追究了。皇上圣旨也不能违背典章律法。混账谢妖魂，天子口谕就是典章律法，你胆敢抗旨就是死罪。皇上，谢上公所言极是，天子圣旨更不能违背祖宗家法朝廷典章，如果天子圣旨可以擅自改动祖宗家法朝廷典章，那么普天之下便无公正正义可言，天下也会大乱，永难安宁啊。胡说八道，圣天子临朝自然是天下太平，你们虚抬祖宗家法朝廷典章，实则就是贬低天子九五之尊，欺君犯上，罪该万死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争了，现在凡有违背朕意者与叛逆
同等论罪。韦松，奉旨去吧。谢皇上。跪下。小环，你真的要违背朕的旨意吗？奴婢不敢。那你就放开韦松。奴婢更不敢。更不敢。更不敢违背律法。羽林将士何在？候旨。护送韦松回府。领旨。慢，有不遵律法者，尚方宝剑在此。走。小环。叔王。皇上。走。皇后陛下驾到。叩见皇后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谢谢皇后陛下。谢耀环，奉旨行事。顾婆婆，顾婆婆，救命啊！顾婆婆，顾婆婆，救命啊！我错了。你干的好事。皇后陛下，既知他罪不容赦，为何又命谢耀环奉旨行事？眼下通州战士十万火急，万不可视内乱与强敌。先奉天子诏令，再将武夷宗在郡王府囚禁，再依法推审吧。还不快走！跪下！小环，我的口谕你也没有听见吗？萧华，抗旨大罪，罪在不赦，你反了你！皇后陛下。通州军情固然十万火急，可是如果面对强敌，我大唐朝律法不存，纲纪毁败，那么不待强敌攻来，我大唐朝也会土崩瓦解的。谢环，朕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朕这一片苦心呢？只要皇后陛下收回这尚方宝剑，谢瑶环就再无督察上昏下奸之职，就放任这大唐朝律法如同虚设，纲纪如同废典吧。皇后，我说过他如此倔强，你早就该收回他那把尚方宝剑。皇上，谢瑶环，先遵旨行事，容我从长计议啊。早已清楚，铁证如山，铲除奸鬼，明正典刑。谢耀环，我让你执掌上方，并不是容你主掌生杀之权。奴婢明白，可是奴婢上方宝剑在手，上诛昏君，下杀奸臣，是太宗皇帝的遗训呢。你说谁是昏君？奴婢此话不光是直指天子。大胆谢瑶环。更直指皇后陛下。来人呐，把谢瑶环拿下。只要皇后陛下收回这尚方宝剑，我任凭羽林宰杀。皇后陛下。姑母。谢上公。你只是我，早知皇后陛下也如吕后那样纵容裙带，动摇律法，当初上官仪老大人请奏废后，数日前把你打入冷宫，都是应该的。贱婢，我看你是罪不可赦。来人，我要为天子皇后的尊严。谢上公，处死贱婢，我跟你拼了。我住手！
一宗，一宗，给我杀了这个贱人！是，住手！姑母，一宗是我五师嫡亲，怎敢任由他人屠戮啊？皇后陛下，萧环发生动乱啊！武义宗咎由自取。裴炎，臣在。将武义宗罪行即刻行问，昭告天下。领旨。御林将士，候旨。收回谢瑶环迎风上方剑。领旨。